大陆拍片，然后三天只睡50分钟。这是你最长的时间，就最长的记录。对，然后卸妆没有说什么用卸妆油卸一卸，擦上保养品还可以休息一下，是直接用卸妆棉擦掉补上戏。你们拍什么戏这么赶啊？古装剧。但是你要赶得回台湾是什么意思？就每个礼拜都要香港啊，不，内地跟台湾来回一次。每个礼拜啊？对，持续7个礼拜。哇，快点救我！我奶子掉了，我不管肾脏。你看，西红在什么地方？雪地里做什么事呢？别讲了。Big camera， 等一下，你是孙悟空上身的？你是孙悟空上身的？这是我的表演嘞！这是我的表演，对对对，我就算是孙悟空上身，这也是我的表演。刚上身是你的，妹妹，妹 ，camera。你没有演到在雪地里啊？雪地啊，不冷吗？很冷，为什么要雪地？哎，雪地走路一定有点困难。你没去过大陆吗？再一次好不好？影帝交本啊！4、3、2、GO！ 不是，不是我，怕你。被鸡桶嘛挂了，但是几分在身上。孙悟空在什么地方呢？喂，太空了，你这个眼啊！雕吧。做什么事呢？雕吧是。OK。来，10秒钟消化期，预备。需要你当马子。啊，这是你当马子，外太空的马子，外太空马子哦，你要演外太空马子哦。外太空马子是这样的，这是这样，外太空马子不是，你是从地球到外太空，那就不用这个了吧？对，你就是这样。啊，等一下，等，还是要这个，还是要要。来，呼吸管，呼吸管，来拿个呼吸管。这边，我这边有个呼吸管。对，外太空，对，呼吸管。Baby， 孙悟空，外太空，雕马子 ，Come on！ 假的，叫做碗不会。来，我们帮你连。来，首先是来人，五 ，OK 了。好，什么人？人妖。哎呀，哎呀，好抽象。在哪里？马桶上。在这里。身上。8、9、0 ，All right。耶！人妖马桶上8、9、0。我先帮你调好马桶柜子，预备。好，我可不可以脱掉鞋子？因为这个很滑。嗯，你要站在上面。因为人妖，我想要让他是临时蹲马桶。OK OK， 真的假的？那我们要扶马桶。用心，用心，用心。好，预备，来点音乐，5、4、3，对啊。
当过学生艺人，对不对？我们也当过学生艺人，对对不对？你们觉得学生艺人最痛苦是什么？要在两方面来去自如，然后不能让另外一面的人觉得你把那边拿来当借口。对，不管是学生的身份也好，或者是演戏的身份也好，对不对？对。但是都会，对不对？两边都会认为你当借口。比方说，比如说你现在是学生身份，那人家会认为你拿什么艺人身份的事情做借口？比如说我拍戏很累啊，然后没有时间看书、写作业什么，对，老师标准尤其严格。我对你啊，你要去演戏，对不对？你要去演戏，够好好考，我告诉你，不然就永远不要演，是不是这种意思？他不会这样讲，眼神上我看得出来。大学生了，可能不会这样子。那会不会有同学讨厌你、嫉妒啊？明星，对，我目前感受到的没有哎。对，我觉得我们学校的还蛮友善的。你是？政大。哎，政大很多艺人哎。对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你们学校不一样啊，什么桃子也是政大的嘛。对，最早以前桃子啊，张雨生也是嘛。对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们是到底是艺术学校还是？你们政大艺校的。对啊，你们是政大艺校吗？你们政大有很多艺人。没有啦，跟华冈比起来好少多了吧？但是你们是政治大学啊。哦。对不对？可能刚好吧。那艺人的身份？要用什么事情会拿学校当一样啊？我学校上课很累，什么什么什么。对啊，我也要考试，我那天不能排我的班。对啊。那搭戏怎么办？哦，太可怕了！就像我第一部戏《十八岁约定》的主景在猫空，对，公车酒吧。我们学校刚好在木栅，就在山下。对啊。我有时候就拍完夜戏，直接下来在麦当劳眯一下上课。哎呦，辛苦。那时候有没有后悔？干嘛当艺人啊？干嘛拍戏？不要去想，就不会后悔。但是会觉得很累，对不对？那时候刚第一次的时候，因为还不习惯。对啊，没想到几年后还更胜一筹。怎么了？就是去大陆拍片，然后三天只睡五十分钟。这是你最长的时间，就最长的记录。对，然后卸妆没有说什么用卸妆油卸一卸，擦上保养品还可以休息一下，是直接用卸妆棉擦掉补上戏。你们拍什么戏这么赶啊？古装剧。但是你要赶得回台湾，是不是？就每个礼拜都要香港啊，不，内地跟台湾来回一次。每个礼拜啊，对，持续七个礼拜。为的是每次每个礼拜。因为我还是要上到课，可是我还是得拍戏。你是拍那个少林寺的那个吗？不是，天外飞仙一个古装剧。你这样在学校上课会不会打瞌睡？一定会的啊。我靠。对啊，可是我还是不知死活坐第一排。你还可以毕业，不错。习惯就是坐第一排。这样子。对啊。可是小时候吵架会拿铅笔刺自己弟弟的父亲。那是多小的时候的事情啊？大概小学二三年级吧，然后我弟大概幼稚园大班。幼稚园你就这样处理他？那是虐童哎。有必要？没有，就。我们两个个性很刚烈啊，有点玉石俱焚的感觉。每次不是他扯我头发，我小时候留头发留很长到大腿，对啊，然后就是，那种气起来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哎。全世界他是你最恨的人那种感觉。有没有刺穿过去？卡在中间啊，笔芯断在里面，然后我妈就用那个铅修指甲那种很尖的剪刀，这样在边挑，然后我弟那边哭叫，然后看我有没有。一丝愧对他的神情，结果在旁边冷笑。你还记得那是什么事吗？不记得了。不记得了。不记得了。